明月真正就爱你，啊，我就是因为伤过要紧你，变作变到就无安全感。只要你当加关心伊一点嘛，伊就感觉家己足幸福的。咱不是讲好啊，要过两个人的周末，先落大幺甲大帅来。无，我先来头前看麦，看有迄个什么手机啊，有啥物物件冻着落的，我就先甲处理掉。啊，你三个人哦，偷偷行就好啊。你刚想到倒位啊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明月嘞？明月。不知道当初有人放生的时阵，有阿娘凄惨了，整个人哦暴瘦十公斤啦，而且还过来找我哭，哭半年才豆豆好起来呢。哪里有亮呢？伊去出一个特别的任务啦。我哪会感觉迄个人真面熟？是 Michael。大兄，你的电话你亮诶。哎呦，亮诶啦！未记带手机啊，无你替接我。真久无联络 Angela， 我即摆无伊的联络方式。你敢会当代替我邀请 Angela 去同学会？原来有亮是为着我，你迄个限量款包，既然是为着别个查某买，你去出一个足特别的礼物，我真好奇，是啥物礼物？就是去见客户啊！你一个人去见客户，够人陪你去？那你吃多了，你本来在加班啊？我已经迟到，我没有跟你讲，我先去啊。Angela， 你从哪来啊？明月已经在去爱你。啊，我就是因为伤过要紧你，变作变到就无安全感。只要你当加关心伊一点嘛，伊就感觉家己足幸福的。咱不是讲好啊，要过两个人的周末，先落大幺甲大帅来。无，我先来头前看麦，看有迄个什么手机啊，有啥物物件冻着落的，我就先甲处理掉。啊，你三个人哦，偷偷行就好啊。你刚想到倒位啊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明月嘞？明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